2018世界杯足球赛中文赛程形式力 iOS Android 用户一键立即订阅。2018世界杯足球赛世足赛全台正夯，每天都会有各种精彩的世足赛事。不过冯先生观察到，当前似乎都只有网页版赛程表，就算有线上赛程形式力也都是FIFA 官网所提供英文版，对于台湾用户会看得糊沙沙，甚至还会可能发生地区时差错误情况。为了摆脱这问题，于是就动手替足球迷们做了2018世界杯足球赛中文赛程形式力。不管是 iOS 或 Android 用户都可以直接透过手机订阅，如此一来就可以直接透过手机形式力查询，且每天也会有推播提醒。此形式力为冯先生原创编辑转贴，形式力请注明来源网址，更新记录2018年6月17日15点20分，更新部分错误名称 iOS 订阅教学步骤一，透过 Safari 网页点来订阅连结，订阅连结在本段文末会显示，要在形式力中打开此网页吗？请点下打开。步骤二，会显示要订阅形式力2018 FISA MRMAD 吗？请点下订阅。步骤三，订阅成功后会立即显示已加入形式力2018 FISA MRMAD， 直接点击显示行程或完成。步骤四，在开启形式力后就会看见2018世界杯足球赛程，如果看不见，点选最底下形式力。步骤五，勾选已订阅内的2018 FISA MRMAD。2018世界杯足球赛形式力。特别注意，请勿使用 FB 内建浏览器打开此网址，会导致无法订阅，请透过内建浏览器 iOS 请另外使用 Safari 打开才能够顺利订阅。iOS 订阅， Google 订阅， MacOS 订阅。删除 iOS 11订阅形式力。步骤一，点击设定账号与密码已订阅的形式力。步骤二，选择想要删除的订阅形式力项目。步骤三，滑到底按下删除账号即可取消退订。MacOS 订阅教学步骤一，透过 Safari 浏览器点开网址并点击允许。步骤二，点选订阅。步骤三，直接点选好。步骤四，如此一来，
MacOS 上的显示器就可以看见2018世界杯足球赛程。